雄狮在第三季旺季效应还有整体接单量明显成长的加持之下，单季营收达到历史新高，获利也季增将近一倍。第四季呢，雄狮表示虽然旺季已经过了，预估单季营运恐怕会不如第三季，不过根据目前的接单量来看的话，年增率还是有机会达到2位数以上。